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。雪舞的世界，举杯相约。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。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。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这人是我唯一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我一定会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为你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。跟住我哇结婚啊！个个咁讲啦。阿丁文俊咧系大声嘅，呢个系佢嘅特色。但系 at least 即系合拍，唔会话走咗音啊、剩啊咁样。尤其是嬲尾握手嗰度先紧张。揸嗰下啊嘛。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。仲要系 replay 一百次啊！唔该吓。我一定会。我好中意嘅，我好中意，因為其實文俊咧，有時會覺得你把聲咧，有時會 monotone 咗少少嘅，但係事實證明你同龍庭一合唱咧，係好有 chemistry 嘅。龍庭把聲咧係會帶出丁文俊把聲最 man 嘅位嘅。哇，好 man 啊 ！man 啊，阿文俊咧，你把聲係會帶出龍庭好女人感覺嗰種嘢，兩個係哇，好似好 perfect match 咁樣。呢個表演係我覺得係the best wedding song。哇！要應付丁文俊咧，呢一個對手咧係辛苦。要用應付呢個字。梗係啦，喂，大佬，佢係淨係重型武器嚟噶嘛？咁於是咧，好在啦，龍庭呢幾集咧，你嘅力量咧開始增強啊。咁於是咧，而家你同阿丁文俊咧就可以片過。雖然我覺得，如果呢一首歌嗰個版本，尤其咧去到後邊嘅 chorus 嘅部分咧，你哋可以將個力咧係温柔翻啲，因為而家你哋兩個咧，哇，直情好似咧恩妮同羅文咁樣咧，喺度同你問誰領風騷同你死過咁樣。呢個冇辦法啦，因為丁文俊咧就係呢一隻噶嘛，就係呢只咧，哇 ，V 嗡嗡 V 嗡嗡嘅。咁但係整體上，我覺得咧係都幾滿意嘅。Thank you。我一路都好欣賞丁文俊把聲，咁但係你把聲亦都係你一個問題，就係你一定要揀好啱你嘅歌先至係啱嘅。又係同一個問題，呢隻歌係幸福選擇對咗嘅人。阿丁文俊咧，我感覺唔到你有一啲温柔啊、浪漫啊，係我唔俾人情嘅，所以咁樣走咗封利是喎，唉，真係。你哋可以揀羅文加恩妮的歌。如果佢兩個今日唱羅文恩妮嘅《問誰領風騷》啊，贏曬，即係飛奔大漠中嗰只係嘛？飛奔大漠中嗰嗰只就贏曬。喂，仲有一隻啊，《世間始終你好》。係啊，仲唔係友誼？係啦，我覺得我哋要去了解呢只歌，先至可以演繹呢只歌。
如果對呢隻歌唔了解咧，你就會用另外一種方式，係錯誤嘅方式。所以正話呢隻歌係我以為我參加緊中央電視台嘅晚會啊，柔情蜜意唔見咗啊。整體嚟講 ，so far so good， 冇音準嘅問題，冇其他嘅問題，只不過係角色扮演嘅問題。出咗大問題。